个鱼怎么样？他分着还给我杀一遍，你又赔。等你等你鱼，等你还给我杀鱼，好一遍之后呢，把大好啊，杀鱼冇着数，系啊。佢就自己咧买咗喺个鲨鱼，自己游入佢个口度啊！唔系，就嗰啲沙咧啃住佢，啃住佢嗰啲表面啊，里面啊，即系匿喺沙里边。咁你未睇过鱼字咩？系啊系啊，我记得系啊。呢度系本地嘅个凤啲嘢，系嗰个蝙蝠鱼唔食嘅啫嘛，里面。系啊系啊。咁行过嚟食千金啦！哇，嗰条食嘅嗰条酥味啊，嗰条。個頭拱起，個頭咧個頭有雞嗰啲，有人咧住東區係可以食噶，有人咧東區喺屋企從來都未養起嘅，係食得噶，不過將養呢個公寓變咗啦。平時啲虎鯊咧，好似呢個人大條嘅咋，但係頭先嗰條潛水啊，你唔使食游水都可以玩潛水啊。佢撳個掣咧，都係會升上水面噶啦。但係好似咁平啲識游水嘅喎，唔知咁平雞。哇！呢真係理想嘅職業嚟嘅真係，又揾到錢又可以玩潛水啊！呢啲你唔做呢行嘅，咁點解請你成週唔要呢啲嘢？呢啲係講字寫嘅喎。咁啊，點解你唔做呢份工啊？你做嗰個？攞潛水牌啊！點樣？點解你點解唔可以攞潛水牌啊？嚇，可以㗎。可以嘅。浮緊水啊！都要講字啫。得閒。